那么接下来的 VOA 连线时间呢，我们就带您把镜头先转向北京。中国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今天在北京可以说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在昆明火车站所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成为会议的一个焦点，与会人员也为事件中的遇难群众来进行默哀。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我们做最新的报道。东方你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政协会议开幕了。我们知道这个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也首次进行了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的重点在哪里？对于新疆问题是不是提及了呢？是的，那么今天呢是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同时也拉开了一年一度的两会的序幕。大会主持人林清林呢倡议啊，全体人员都起立啊，向昆明301遇害的这个民众默哀。那么一共啊有2172人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有的2000-3000名记者参加大会，所以声势呢也是非常的浩大。那么你刚才提到了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呢有针对性的对涉藏涉疆等问题阐明了中国的政策和主张，其中呢就是说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定要啊坚决地维护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的安全。那么显然今年的这个两会呢明显地受到了这个恐怖袭击，他们所说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这个影响，加强了警戒和保安措施。在这个北京呢你到处走去啊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紧张和这个非常非常的加强的一些警戒，到处都能看到警方的存在啊。玉文是东方，那么除了我们提到就是说加强警戒之外啊，那么俞正声进行了报告，我们知道周永康的名字在今天政协的记者会上也被正式的提出了。那么当局的发言人呢他用一个很好玩的，他说你懂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回复啊，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周永康案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最新的发展呢？是的，那么全国政协十二次会议的这个新闻发言啊，这个就是啊新闻招待会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看点。本来呢这场会啊是3月2号召开，正好是昆明火车站事件发生，所以呢大部分的外媒呢都聚焦在昆明的一个袭击事件上，所以去的呢外国媒体呢实际上就很少。那么会议发言人吕新华呢在整个那个过程中呢就一个一个的问中方的记者，中方的媒体，那么中国的记者官媒的记者就问，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啊中政协在中国深化改革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就如鱼得水的就一个一个的回答。最有针对性的那个有一点啊就是挑战性的呢就是问全国政协委员里边有没有拿外国国籍的双重国籍的，他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呢否认有任何全国政协委员有外国国籍。最后呢他说我再回答一个问题，他指了最后面那个小伙子，看上去呢也是个官媒记者，结果他外记者一站起来说我是南华早报记者，我想问一下周永康的这个事情啊发言人有何反应。他这句话问题一问出来以后呢就把吕新华给问愣了，大概愣了2-3秒钟不知如何处理，那么全场就是一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很不好意思笑了，从旁边呢就拿了一堆材料，然后呢就开始念说啊我们所说啊就结结巴巴的说，不管啊一个人职位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的追查和严厉的惩处，这啊绝不是一句空话，不管他的职位多高。那我呢只能给你说成这样，回答成这样，你呢你懂的。就是当他说完这个你懂的这三个字的时候啊，现场呢再一次发出笑声，他也呢是不好意思的笑了，所以当场气氛呢是非常的这个活跃。那么我想指出的就是当记者提周永康这三个字的时候，是通过实况转播到全国和全世界，当局呢并没有把这三个字拿掉。那么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我可以理解为吕新华是说这个问题你懂，但是呢不是我这个级别我这个层次在这个场合公布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啊一定呢应该由一个中央来公布。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媒体在报道吕新华记者会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提到周永康，
提到这个问答的对话。那么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中国媒体说，周斌的叔叔、叔父，叫他三叔周元清夫妇已经被当局带走调查。那么周斌呢，是这个中国媒体最近经常提到的人物。周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周永康的儿子。那么周斌一个劲儿的提，周斌的叔叔、周斌的岳父一个劲儿的提。那么他爸爸到哪儿去了？到底什么时候公布这个周永康的案子呢？我们现在还在拭目以待。不过一般认为呢，很可能在两会之后啊。就会公布这个正式的公布。玉文，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最新报道，我们感谢你。那么知道这个星期随着中国政协还有人大两会的陆续揭幕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站，我们也将随时的为您发布有关两会的最新消息。我们欢迎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同时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